新来的，这才是我们学校的老大，还不赶快叫老大！老大，你们也太 low 了吧！你 low 什么 low？ 以后啊，听我的，我罩着你。我罩着你还差不多。嘿，你敢来我家道馆跟我 PK 吗？好啊，走。还有挑战老大？谁呢？怎么样，怕了吧？少废话，来吧。在现场，那个人身高1.8米，体重180，那叫嗖嗖嗖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东西呢？小朋友饶命啊！小朋友饶命啊！你不要打我脸！少废话，箱子呢？啥箱子？别打我脸，别打我脸！箱子被那小朋友拿走了。是他吗？啊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是他，我用我的脸担保。小心点。艾哥，不是说1.8米吗？我不能吹个牛啊！
好，同学们，看看谁能把这道题解答一下。老师叫你去擦黑板。好，林秋南不错。你干什么？是让你把黑板擦了，回去。我也不知道，问问他。走。哎，秋南，你给我们说说呗，你们那边上课什么样？反正不是你们那样。那哪样？我们平常没有家庭作业，而且我们比较自由。要不等下你跟老师说说，我们也想像你那样上课。好吧，那你们得支持我哦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。一定的，我搞定。老师上课，老师来了。林秋南，请坐。老师，我觉得我们上课应该可以随意些，自由些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对不对？秋南，你先坐下好吗？老师，他们都支持我，支持我的请举手。请同学们把书翻到35页。林秋南，干嘛呢？哎，大哥，你这天天在学校里欺负这个打那个的，怎么你还不高兴了？我没欺负人，是他们先欺负我。啊，好好好好好啊，好，就算啊，就算是他们欺负你，那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吧？啊，给小龙女的。以德服人，上来吧。